我说请不来，放下螺丝拿出来，塑料袋里面它有个螺丝，把这个轮子反过来，还有六个孔，它这竹皮都是六个孔，对吧？它是从右方向旋转的，这个六角是四个的。刚才你看我加前轮，但这个开口是13的，我把它卸下来。把前轮架上，封螺丝的时候不用封太多，但是别太少了，但是就那个什么，就让它封合适，这跟前串串口一样就行。在这上面都有两个挂钩，这挂钩是挂这个眼里面的。然后用这个15的开口把它上紧，然后把前挡线挂上。是压盘这边，上脚叉的时候千万对准，但是要是对不准的话，它是扣就完了。上脚都是转，倒转，它就是正好的。用15个扳手把它紧死，下一步再开始上杆座。这两个螺丝，它是那个什么的，是13的13的插口。它这个地方有安全线，千万记住超过安全线。然后把它锁死，好比说它要是超速，它一弄就是过量，就顶着这个螺丝里面这一个，它要是落上下落链，就顶这个螺丝，它是反方向的。后面是不是就是好比说它过速，就是顶这个下面这个螺丝，它要是上下落链就顶这个螺丝，
行了，整车就完事儿了。